因为我们教了很多，比如说Taco Tuesday， 对不对？然后 Sandwich Hamburger，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美式的文化，也能代表我个人的特质。但是其实美国还有另外一个 Brunch 是什么？就是给那些爬不起来的人的一个借口。但是人家大家都知道 brunch 其实是有一个新美式料理，新哦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chicken waffle， 就是炸鸡放在那个 waffle 上面，然后还有 muffin 上面放一些比如说蟹肉，然后用 gravy 在上面，很多很多，它就是用原本有的做结合，然后创造出新美式料理。那我们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，比如说美式的 barbecue， 对不对？猪肉很重要。再来就是炸鸡鸡肉很重要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coleslaw， 就是那种生菜，但你看了就是说这是什么生菜，难怪在美国吃的东西很满足。花一点时间，比如说鸡肉我们要腌，猪肉我们要腌，腌完之后我们要慢火去烤 barbecue， 这个听起来就是大家开心好肥，对，餐都没点，对啊，洋葱饺子，对，不用，一定吃得饱，一定吃得饱。所以前次的部分呢，我们来切洋葱啦，先把它切丝，猪梅花要让它断筋，所以我们用一个那个断筋器啦。因为它挺甜，所以给它的都不花，所以它猪没有花，哦，猪梅花。除了肉质之外，它那个筋啊，我们这样子用低温慢慢去烤它。有点像慢烤炖它，筋啊，你这样咬的时候，那个香气，油脂的香气，还有肉质的甜度，非常非常完美。我们肉断完筋之后，开始调些腌料。今天肉很多，今天肉非常多，为了就是等一下你们回去可以拿回去可以再用。你们有吃个泡面，有没有放上去其实就好？成绩不同哎。因为我是在加州嘛，那加州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它韩式料理非常好吃，所以呢。其实很多的那个新美式里面也会加一些韩式，这个一定要的嘛，豆辣豆瓣啊，对不对？韩式辣酱、酱油膏跟酱油 ，paprika， 然后一点点的芝麻油、蒜香粉、黑胡椒粉，哎，这个是辣椒粉哦。那腌的部分呢，其实你要注意哦，它的稠度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煎它，所以我会把它放软一点点，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让可乐再上来一点点。那这种抓腌的话呢，我会建议放2到4小时。如果你想要快速的话，你就不要抓烟。就像我们讲，我们等一下用可乐，它就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了哈。快点烧，那我吃。哎呀，真的，帮我放下连结吧。对 ，Happy Wife Happy Life 吧。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些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放在烤台上面，直接去烤煎。其实这个味道跟它的嫩度其实就很够。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放在烤箱里面，你想要有一点点嫩，更软一点点的话。我们这时候就请 Peter 帮我们把可乐加进来，你让它水分多一点点，然后把它盖住，然后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差不多我们就拿保鲜膜，锡箔纸会融化，直接变成我们要做布丁，来，温度我们控制在120度，烤2个小时，猪肉进去对不对？那我们还是还有另外一种。鸡肉，那鸡胸肉其实我们就不敲它了，用的时候它其实它的肉汁跟软嫩度其实就够了，要不然它会吃起来太粉，你会吃不到那个口感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你注意看这边比较厚，然后这边比较薄的，所以你的下刀的方式呢，尽量是这样子，所以你才会每一块的厚度会是一样的。无糖的优酪乳来取代它的 buttermilk， 大概2到3小时，我们直接放在冰箱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松饼。好不好？松饼呢，我们就准备4颗蛋，有格子的松饼，然后呢，蛋感重一点的，面粉感少一点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加点糖，我们加面粉进来。我今天选中筋。Peter 要厨房小心点，后面转头。他是 Peter， 他刚刚像扫地机器人。哈哈，靠北厨房的版本。对 ，baking powder 哈、哦、，baking soda 哦，多加一点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加点盐哈。哦，然后加一点点的香草精，然后我们这时候加一点点的优酪乳。我现在在调它的浓稠度。它也是一线甜吗？不用，它要有啵啵啵，它要让掉一块下来的。怎么了？像大便不行吗？啊，也可以啊，可以，这是大便吗？这是大便啊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哦。像大便吗？像啊，来你看哦，拉稀的时候。来。经过。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酱
调出来。我们哦，接下来步骤会非常非常的复杂，但是这个是对观众是一个福音，表示呢他们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。那东西多，你只要随便结合，其实都可以变成味道菜。所以 Peter 呢，现在他就是把我们的马铃薯呢先擦干，那我们现在有泡水洗过，我们要先把它表面的那一层淀粉呢洗掉，然后泡点醋。哦，让它可以脆化。下一个步骤呢，其实我们就是要用低温让它去熟化，大概要50-60度左右，很低很低。里面开始软化，然后开始熟化之后，你就要拿起来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让它在烂与不烂之间，对，赶快把它救起来，不要让它向下沉沦，在高温去回炸它，然后所以它就会比较软，也不会马上用高温去炸它就焦了，但里面还是会不熟。然后同一时间呢，我们来处理一下炸鸡好了。每次的炸法其实它外面是，它最主要是在外面的味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加一点面粉。面粉多哎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又多买一包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用不完，因为我们用了几集了。看，才到这边呢。看，黑胡椒、蒜粉，用得完的我们少加一点。没有加蒜吧？就这样来判断要。哎，有啦，还是用盐巴。就是让这个粉啊，等一下去接触到空气啊，让它风干一点点，所以你再下去炸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会比较脆。我想要它的皮吼，可以像那个炸鸡那种知名炸鸡店一样，外面有一层层薄薄的。然后你蘸的时候，你尽量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，它才会变一片一片的。好嘞，那我们刚刚说要调酱汁，对不对？那其实，在偏美式，我们就是蔬菜，其实也是酱汁的一种。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等一下的酱调在里面做搅拌之后放在上面，就不用其他的酱料了，只要一点点美乃滋，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会加枫糖浆。刚刚阿紫差点不高兴，哎、欸，真的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啊，他哭了阿紫，没关系，阿紫这个也甜的哦，再加一点点 barbecue 酱、芥末，这样吃这样就好，然后我们把它进去搅拌，还是你要大一点。谢谢皮特哦，抓一点点甜瓜，阿紫不用怕，一定会甜，加进去搅拌，这就是我们的酱料。吃到饱，老板。对，旁边会有沙拉配料酱。对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，就表示你有吃菜啊，你妈妈就不会再犒劳你了嘛。那我们这边，等一下这个肉，好，我们要来切它。好来，这个好了哈、哦，来看一下哦，哦，我的猪肉好了。看起来就很正，哇！你没有吃力耶。我刚刚就说我们要软嫩，但你要口感，记得不要这样做哈。我们等一下把它剁碎之后下去炒，干炒。我只是为了要让它的焦糖的感觉可以增加，对，收起来而已。等一下上面炒的时候，上面也放起司。冷静，你好可爱啊！跟你说实话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趁他不在，多加，加到破手。我刚刚是不是露出来？刚刚是有一点点大，这个肉是辣的，然后我的鸡肉其实也是辣的，所以你这样加下去啊，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暴力啊！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暴力，我没骗你。天哪！来！你调个屁眼镜啊！来来来，多了吧？不会啦，真的要一口。哎，这个鸡肉跟你说，光吃就很好吃的啦。好吃，光吃好吃。waffle 没有吃。waffle 就是 waffle 团，它就是。冰淇淋的饼干，没有没有，你要想为什么它旁边有 pancake？ 我问你好了，你吃 brunch 的时候为什么旁边有 pancake？ 我不知道，因为怕你当然就是怕你吃不饱啊。好无聊。没有啦，你不能有太像甜点的东西在这个盘子上面，可是让你有一点点甜食感。对，然后喜欢把它加在一起，让它不会腻。是因为对，就是真的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你等一下吃咸的，你就吃点甜的，哎，又可以再吃咸的，再赚咸的，再赚甜的，再赚甜的，再赚甜的。好，就尝试。
对，这个结合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香菇是吧？这个真的太好吃了啊！我们说，你又要过来干嘛？还想吃？你还想吃第二口啊？你贪得无厌哦、喔。